标题，王思聪臭骂优酷，节目组赶忙澄清解释，但依然遭到校长卡卡打脸。本账号内容全部为原创，未经允许禁止抄袭转载，违者必究。昨天晚上21:53的时候，王思聪在微博发了一条骂优酷的微博。从微博的内容上来看，这次优酷好像把王思聪校长惹得不轻，开口就直接臭骂一顿，最后还表示从即日起停止和优酷的一切合作。这么大的决定也不知道是一时之气，还是经过了深思熟虑。那到底优酷是怎么惹毛我们校长的呢？我们慢慢的往下看。昨天的时候，王思聪无缘无故的被蹭了一波热度，登上了微博的热搜。热搜的标题是警王思聪弟弟警。看到这个标题，大家都很疑惑，王思聪不是王健林唯一的儿子吗？什么时候有弟弟了？很多人都怀着好奇心点了进去，结果发现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弟弟。这个弟的名字叫王哲，是一个跟王思聪怪怪魔角带点亲戚的一个亲戚，两人平日私底下的关系还算不错，跟平常人家来比的话也算是一个富二代。王哲是王思聪旗下公司香蕉娱乐的一个练习生，他平日跟校长一样酷爱电竞，在电竞圈混得也很开。可能有朋友问他，这跟优酷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之所以会有警王思聪弟弟警这个热搜，是因为有不少的微博营销号曝光了王哲参加了优酷旗下的一个叫以团之名的节目，由于热度太高，直接登上了热搜。等王思聪看到这条热搜的时候，他则是一脸的懵逼，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就上热搜的，而且他也不知道王哲参加了以团之名。但其实这还不是热怒王思聪最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之前优酷曾经邀请他上节目，然后王思聪拒绝了，这次就借助王思聪的名气来去炒作买热搜。随即以团之名的官方微博就发出微博向王思聪解释，校长真不是我们干的，更不是我们买的热搜。尽管以团之名官方做出了解释，但依旧没能平息了王思聪的怒火。王思聪直接发出声明，直接卡卡打脸优酷，辛苦马子不容易，点个赞再走呗，点关注不迷路，点赞评论会报复，十分感谢各位能点开并阅读完本文章，我是心宇，谢谢大家。